在波兰的卡托维兹。好，那我们一去的时候就下车就闻到浓浓的焦煤味，因为那个城市的发电全部都是由这个煤矿，所以那个气候这个变迁还有这个因为气候暖化和排碳，你下飞机就感受到主要的目的可以分几个层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次我们也很难得的机会，那国会能够参与由我们友邦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所办的周边会议，因为我们会要参加五个场次。那第二个目的呢，在一般像这种国际性的，尤特别是这个联合国的会议期间，如果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有参与的话，我们都会邀请我们的友邦还有友好国家来进行双边的会议。第三个，这个场域是国合会啊，来跟国际上的有我的这个的一些重要团体这个在气候议题方面的一些重要国际组织进行这个意见交换。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去的观察重点是协助开发中国家有关这个气候变迁方面的援助的发展的趋势。好，在国际上事实上，国会做这些计划就是具体的等于说用我们国家的行动具体的协助国际上的这个针对这个友邦有关气候的减缓跟调适我们做出了具体的贡献。国会一共分享了五个具体的案例包括分别是国会在我们的友邦圣克里斯多夫 Nevis 执行有关农业韧性调适的一个计划那另外我们也分享在贝里斯的减灾能力强化的一个计划另外我们也分享了在马绍尔群岛我们透过这个绿色金融提供贷款给马绍尔的家户来强化它的能源使用效率跟运用再生能源的能力那另外还有我们也分享我们在瓜地马拉所执行的有猪计划那猪计划当然是结合了环境保育，还有我们的猪计划基本上也是在比较偏乡的地方那所以这个计划也除了环境保育之外，也照顾了这个弱势的这个族群最后我们也分享了就是国会目前在所罗门群岛执行的一个关于循环经济的有关农业的韧性，这次在这个 COP24 的时候，有很多场域周边会议不同的国际机构，甚至于联合国自己都做了蛮多的研讨和讨论所以我们这个议题事实上也吸引了蛮多国际社会人士的重视那第二个例子比较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做贝里斯的有关贝里斯一个双子城的这个因应气候变迁的这个调适能力的一个计划，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提早两个小时的因应疏散时间那各位可以想想看，两个小时的话对于生命财产的保障是有多大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天灾到临的时候。另外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也帮他设计了所谓这个快速反应的一个 task force那这个 task force 是结合地方政府跟中央，包括气象局、国家应变中心这些怎么样快速的因应如果说是这个水灾发生的时候，怎么样从地方到中央有效的因应。比较令我深刻就是纽西兰这次他结合斐济以及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成立一个所谓斐济跟南太平洋岛国的国家主题馆那这方面如果我们有机会就是说借着就是友邦的这个名义由他们去申请在这个展馆部分，我们也能够有一个部分能够展现我们对这个我们友邦国家在气候变迁方面努力和贡献。第二个就是说这次大会事实上这个最后会议结束的时候通过卡托维兹气候包裹决议，然后他决议最重要就是说有关巴黎协定的这个行动纲要的执行细则，这执行细则呢
最主要就是规范哈，以开发国家跟开发中国家有关它的国家自主贡献啊，就是 NDC 的部分，怎么样来透过一个透明的机制来表达？那如果我们就是说未来在这个合作方面哈，能够注意到这些我们这些友好邦交国家他们 NDC 的内容哈，那我们的计划设计上能够跟他做个扣环啊，扣环扣连哈，然后借着他们的名义在像 COP 这种场域能够发表的话，我想对我们的邦交国来讲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未来就是说我们参与这种场域，对不对哈？我们除了扣连刚才提到的，就是所谓国家自主贡献，我们要去针对这些友邦国家他们的国家自主贡献啊，他的这个所谓减排的目标什么，我们要去扣连计划哈啊。另外就是因为 UNFCCC 大会本身啊，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脉络跟每年强调的主题哈、啊。如果明年我们还要参加的时候啊，来及早的筹备啊规划，那配我们的这个友邦国家哈、啊，一块在 COP 这个明年场域哈、啊，能够做一个呈现，相信会有更大的亮点啊，也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啊注意到我们啊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跟努力。借由实际的参与，以及我们听许多其他的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所主持或所举行的这个周边会议哈、啊，我们发现说国会做的计划在值方面啊，我们并不会比这些其他国家做的差未来我们啊在这个国际场域啊，我们还是应该要积极的参与啊，积极参与啊，除了能够把国会所做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世界更多的国家更多的这个单位更多的这个人群知道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也把我们的国家对于世界的贡献透过国会的计划能够很自然的展现我觉得这个是有非凡的意义。